我们今天来吃老井吉上。不错，期待。两个双人猪肉，猪肉的，然后它的蘸酱是，第一个是这个是昆布，昆布盐，对，然后柠檬汁，然后旁边是烧肉酱，然后它也是跟乌马一样有附鸡汤，然后可以去续杯。这是我那个前菜，和风的乌马。青木瓜，然后百香果，百香脆果跟泡菜，这是百香，好吃吗？它是韩式白萝卜，然后又有百香果味道，本来是韩式白萝卜，这个是青木瓜，这有香菜。他不喜欢吃香菜，那这个就跳过。那泡菜嘞？泡菜好吃。我们很多。你觉得青木瓜蛋好吃，又有香菜？又好吃，要辣辣的。要辣辣的。按照那种泰式的。谁？我觉得这个脆果，它只要外面的酱就好了，真的，只要百香果酱。就是炙烧鲑鱼，然后上面是芥末小章鱼。喜欢吗？吃起来什么感觉？鲑鱼的味道。上面那个小章鱼没什么存在感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梅花。然后一个是菱角，这个松板应该是菱角，这是松板猪，上面是鸡肉，是上面鸡肉，然后下面是松板猪，要烤很久。哦，对，我要把鸡丢下去了。好，先吃梅花枝，那你要蘸酱吗？哦，对，这样我先吃原味。先吃原味。嗯，很厚。很厚。嗯，没有猪肉味。嗯。再来是松板猪。沾柠檬，因为松板猪比较油，所以它是沾柠檬。嗯，它第几分钟？哦，五分钟了，应该有了吧？可以。嗯，很脆吗？嗯，也不会有怪味。生蚝醋饮，生蚝醋饮，好，你先喝喝看。先喝喝看酸醋饮，我觉得可以再酸一点。好，那你挤加精挤，因为它吃比较酸。哎，这块全部是。喝一口。但酸度刚好，那你要把那粒吸进去了吗？有点刺刺。嗯，我要品尝那个海味，海鲜的甜，还是大部分都是咸？比较腥哎、欸！我现在嘴巴里都是那个肚子那个好的腥味，要嘴巴散开来。嗯。看，用酒去腌。这是我们家八十的升级的粥，好吃，好吃，很鲜，真的。而且我们刚刚有加油条跟葱花，那个乌马不一样，乌马是主要是鸡汤的味道，对，这是海鲜，我这个比较微腻。这是蒜虾起锅拌饭。刚这个虾饭超香，它摆在那边，就是奶油香很重。香吗？很香，对不对？香味很香，嗯，就跟闻起来的一样，嗯。像我比较喜欢粥，粥比较让人惊艳感。那、嗯、粥真的很好吃哎，这位热爱它的鸡肉，很兴奋。它鸡肉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嗯。那酒香，赞。上面是鸡腿肉，椒盐鸡腿，中间是猪肋条，然后下层是猪五花，这是椒盐鸡肉，是不是很像炭烤店？就是路边摊炭烤店的味道，很像哎、欸，
真的也是好吃的。但是我觉得酒香的，刚刚上一款那个酒香比较让人印象深刻，比较特别。嗯，这真的很像，这味道大家一定都吃过。而且也是一样很嫩。嗯，它的鸡肉真的很好吃。我要吃猪肋条。脆跟扎实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第一次烤的太干了。我们终于要吃完，我们终于要吃完四人套餐。你在笑？你才不想要给菜鱼？那鸡蛋跟面包。